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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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前面讲到如何的去面对，当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不会升起嗔恨的心。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包含了一个是世间的容易受损，还有一个呢就是修行或者做善事受到阻碍的时候，就是不升起嗔恨之心。所谓不升起嗔恨之心，那就是我们需要去接纳，学会用智慧去接纳这种现象。那这里边呢，其实最关键的是需要能够去接纳我们所谓的冤家敌人。其实呢，我们对一个人对我们的伤害呀，我们不能够接纳，很多时候啊也是看人的，就是这个损害伤害你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很重要。如果伤害你的人是你很喜欢的人，他对你做出一些伤害的行为，你也可能不会太计较。但是如果你伤害你的人他是你的冤家，是你的仇人，他对你的伤害哪怕只有一点点，你对他的仇恨可能都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仇恨它也是一个积累，它也是一个积累。当你对某一个人有很深的仇恨的时候，他对你啊，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伤害，其实这个仇恨都很容易被放大。如果你对某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仇恨，他虽然伤害你一下，也可能你也可能就不会那么生气，不会那么生气。所以学会这个接纳，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冤家敌人，重新来认识他的存在，用一种智慧的眼光、慈悲的眼光去看待冤家和敌人。
那当我们面对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生气，战胜自己。那这个主要还是帮助我们学习接纳的能力。齐天菩萨呢，在这个在这里讲到三点，就是一点就是施修福莫胜忍，第二施敌恢复障，第三施敌极难得。那么上一次上课我们讲到施敌极难得，就是我们要想到这个敌人冤家就是很难得的。这个难得呢，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因为有了敌人，我们才能成就我们忍辱的修行。没有敌人，没有冤家，这个忍辱还修不起来的。没有人伤害你，你怎么修忍辱啊？所以这个敌是修忍的因。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生活平等。生活平等，所谓生活平等啊，主要讲的是众生和佛陀从菩提道的意义上，修行的意义上来说，众生跟佛陀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平等。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三点，叫做尽众报佛恩。尽众报佛恩，就是尽众，就是尊敬、尊重众生，利益众生，尊重众生，利益众生，对众生升起慈悲之心。这是对佛陀最好的报答，这是对佛陀报答，这是对佛陀最好的报答。其实作为我们很多佛教徒来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如何报答佛恩，对吧？我们从佛法中受益的，我们从佛法中真正受益的，我们就会想着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报答佛恩呢？佛的恩对我们这么重大，他帮助我们，引导着我们从这样的迷惑的泥潭中走出来。这个世间上啊，如果我们真正有智慧的话，我们真是会意识到，没有恩的比这个更大的，没有好处比这个更大的。对佛陀，以及包括对善知识，我们升起这样的一份深深的感恩之心，深深的感恩之心。有了这个深深感恩之心，我们就会想着应该要报恩。要报恩，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想着，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让诸佛菩萨欢喜。同时，我们亲近善知识，一止善知识，我们可能也会想着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让善知识欢喜。那如果以普通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可能想着啊，把大殿修好，把这个佛像呢修好，我们呢多办一些供养的东西。多办一些供养的东西，
这个是一种世俗人的场景，我们对善知识啊，我们可能也会采取这种态度啊，我们这个多一些供养啊，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一种世俗的普通人的常情。那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一般学佛的人都有这种想法。那吉天菩萨呢，就针对我们平常人的想法，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报答佛恩，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让诸佛菩萨欢喜，怎么样才是最好的让诸佛菩萨欢喜。那吉天菩萨这个给我们提出来的就是敬重报佛恩。你这个尊重众生，利益众生，慈悲众生，就是最好的报答佛恩，就是最好的报答佛恩。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来帮助我们如何去接纳更多的众生，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维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吉天菩萨真是八万四千法门啊，他要化解我们的嗔恨之心啊，简直这个角度多得不得了，办法真是多得很啊。我们现在看119个颂，无为众生亲，诸佛为利生，除令有情喜，何足报佛恩。无为众生亲，诸佛为利生，这个佛陀对众生呢这一份亲啊，就是这一份这个亲近，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虚假的成分。因为诸佛对众生具有同体的大悲之心，同体大悲之心。什么叫同体的大悲之心呢？同体就是把众生看作是一体的。比如说就像我的手我的脚，它跟我是一体的。我的手痒了，我会去挠我的手。我的脚痒了，我会去挠我的脚。当一个人去挠你的手的时候，你不会考虑一下我到底要不要挠啊，这个手跟我也没有关系啊。我要不要挠它，它跟我有没有关系。这脚痒了，这个脚我要不要去挠它，我不理它，它对我不好。它无论你这个脚对你怎么不听使唤，但是如果你的脚痒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就去挠了，这叫同体，这就叫同体大悲。但是这个同体大悲呢，这个同体呢，这是一同体，不是大悲，就是同体，不是大悲。大悲是要针对我们身体以外的无量无边的众生，身体以外的，除了我们这个
这个生命体以外的其他的无量无边的众生都看作是跟你是一体的。当众生有痛苦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就去帮助他，这就叫同体大悲。所以诸佛菩萨跟我们众生具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叫无为众生心啊，没有任何的虚假的成分，就是这种亲，这种关系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诸佛为立身，诸佛的他的使命，他唯一要做的事情，近未来际他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因为我们发菩提心啊，有两种面向，一个是成就无上菩提，一个是利益一切众生。那佛陀已经成就无上菩提了，然后剩下的那就是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利益众生，近未来际的利益众生。所以说诸佛为立身，诸佛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关心无量无边众生的离苦得乐、觉醒、解脱。除令有情喜，何足报佛恩？就是作为我们如果要报恩，报恩，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除了让有情欢喜。这个欢喜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欢喜那就是不伤害众生，不嗔恨众生，接纳众生，就是我们这个欢喜它的前提就是立足于当我们被众生伤害的时候，我们不要反过来去伤害他，我们去接纳他，慈悲他，我们要接纳他，慈悲他。那慈悲他，那就意味着我们也要向诸佛菩萨学习，能够给予众生带去无量无边的利益和安乐，利益和安乐。这个安乐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利益，是有利的安乐。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这个快乐有不健康的和健康的快乐。我们给予众生的快乐要健康的快乐，而不是去满足众生的贪嗔痴，让他们得到快乐，那是对他们不利的。所以我们要向诸佛菩萨学习，给众生带去无尽的利益和安乐，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报答佛恩啊。接下来看112颂：立身翻足报，舍身入义佛，故我虽少害，亦当行众善。就是我们要报答佛恩，作为我们这个每一个佛弟子啊，我们要报答佛恩。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报答佛恩？那就是利益众生，只有就是近未来际的去利益众生，
尽未来际的利益众生，帮助众生，给众生带来带去无尽的利益 和安乐。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足以报答佛陀的恩德。因为佛陀的教法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利益和安乐。那同样的，我们要报答佛恩，那我们需要做的，也就是需要让无量无边的众生从佛陀的教法中得到无尽的利益和安乐。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报答佛恩。舍身入义佛，佛陀，我们要向佛陀学习，我们要以佛陀为楷模，以佛陀为榜样。佛陀为了度化众生，他们会千百亿化身，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像佛陀有三身，有法身，有报身，还有化身，千百亿化，千百亿化身啊，这么多的化身，示现各种不同的身相，利益众生，甚至呢，就是进入到地狱里边去，度化地狱里边的众生，像地藏王菩萨，就是常住在地狱里，教化地狱的众生，就是佛陀他的事业，尽未来际的事业，就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作为尽未来际的事业。这个很有意思，你找到这么一个工作，你再也不会失业的。因为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你只要你这一生，就是你不是你这一生啊，你尽未来际，你只要找到一份工作就行了。不像现在的人一天到晚在换工作，这个而且呢干了又觉得没意义没价值。那你现在呢发菩提心，你只要找一次工作，一劳永逸，而且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中，你所得到的这个回报率也是很高的，因为它可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就是佛陀，他能够成就，他今天能够成就无量的福德、无量的智慧，就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份最好的工作。他为了这份工作啊，这个为了这个，就是利益众生，哪怕进入地狱。所以我们要以佛子，要以佛陀为榜样，学佛实际上就是要以佛陀为榜样，向佛陀学习，向佛菩萨学习。真正的学佛就是向佛菩萨学习。故我虽受害，亦当行众善。所以当我们想到了这样的一种宏伟的伟大的目标，这样的一种高尚的精神，这样的一种伟大的人格，这样的一种神圣的使命，那所以呢，我们虽然在我们现实中，或者在我们利益众生的过程中，我们虽然受到一点伤害，众生嘛，因为很无明嘛，无明就是不懂事嘛，就像你家里的小孩子啊，这小孩子嘛，他不懂事，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如果作为父母来说呢，他也可能会生气一下，抽他两巴掌啊，
但是呢还是要心怀疼爱，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你的孩子，他不懂事。那活菩萨就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啊，他对众生也是这样，他不能跟众生计较，他知道众生的所有的对你的伤害都是来自于无明，来自于嗔恨，来自于不能自主。所以你要就是要有一种慈悲之心去接纳他们，就是向佛菩萨学习，对他们升起无尽的慈悲之心，无尽的慈悲之心。我们想想，就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心理啊！一种强大的心理。其实这种强大的心理呢，你只要不断的去串习，不断的提示自己，这是我的使命，然后不断的去练习，久而久之啊，你真的就能升起无限的强大的这种慈悲心，不论别人怎么伤害你，你都能够以慈悲心去感动他，去打动他，去慈悲他。那你真的就能够做到战无不胜。你真能做到这样子。下面呢我们看121颂。诸佛为有情善且不喜身，一痴骄慢我，何不是众生。就是我们以佛陀为榜样，佛子就是要以佛陀为榜样，所以佛子并不只是求保佑、求平安、求个人的利益，真正的佛子、大乘佛子，那是要以佛陀为榜样，向佛陀学习。那我们想到的诸佛菩萨，他们为了众生，他们不惜生命，他们为了这个从因地上舍身求法，到成佛了之后，在菩萨道修行的过程中，乃至到成佛之后，他们为了利益众生，真是抛头颅洒鲜血啊。那这个那世间上的英雄啊，那简直没法比的，因为他们是真正无我的，真正的无我利他，而不是为了某种主义的，真正的无我利他。那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所以我们这个西园寺啊，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针对一些菩萨的圣诞啊，我们就会举办一些讲座啊、活动啊，比如说佛陀的圣诞，我们就会提出一个主题，叫做走进佛陀，认识佛，走进佛陀。那观音菩萨圣诞，我就会做一个讲座，叫向观音菩萨学习。我们要去了解观音菩萨他的伟大到底在哪里。我们这个纪念观音菩萨，最主要还是要去了解观音菩萨的精神，慈悲的精神，去传递观音菩萨的这种慈悲的精神，让这种慈悲大爱满人间，像观音菩萨一样，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对观音菩萨的这个圣诞的一种最好的纪念，而不是说大家在这一天呢就来求菩萨保佑升官发财保平安，大家都想着自己，没有一点点学习观音菩萨的精神，其实这是不对的。那这种风气呢是需要扭转，就是当时我提倡的很多精神啊，好像只要我不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继承不起来了，就没人去做了。我在的就提倡一下，我不在的就没人提倡了。所以，哎呀，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这些法师们这样的一种对我的用心领会不足，对佛教界的责任不够。
所以很多东西我提上来之后，只要我不在，好像就没掉了，我在它就有了，就变成这样。那这个是额外话，我们讲这个，我们要向诸佛菩萨学习。那一痴骄慢我，何不是众生？诸佛菩萨都能够这样去为众生服务，啊，无我的去为众生服务，那么何况一痴骄慢如我，像我这样的一痴骄慢的这个凡夫，或者是初发心的菩萨行者。那我更应该要尊重众生，更应该要去服务众生，要服务众生。下面我们看122颂：众乐佛欢喜，众苦佛三悲，业众佛一业，犯众亦三佛。众乐佛欢喜，众生安乐，众生安乐。这个乐，这里的乐就是安乐，安乐就是一种这个佛经里边呢，这个就是对这个快乐，他经常使用安乐，不用快乐。我看可能是因为快乐就是快去快来的，来的也快，去的也快。这快乐呢，就是它是世间上的这种有副作用的快乐。佛法讲的这个安乐呢，就是没有副作用的健康的快乐，所以叫安乐。那么众生安乐，我们能够给众生带去安乐，带去利益。当然这个利益就是包括现前的利益和究竟的利益，给众生带去利益和安乐，佛陀欢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佛陀欢喜。这个佛陀有的时候会几声微笑，阔言微笑，佛陀欢喜。众苦佛三悲，如果众生啊，我们给众生带去痛苦，带去伤害，像众生跟众生啊，这个陷入在烦恼中，互相折磨，互相斗争，互相折磨。那佛陀看到这种现象啊，他就会三悲，悲伤，就是会悲伤了。所以佛陀也会悲伤，也会欢喜。这个不是说佛陀呢，这个像木头一样，但佛陀的悲伤和欢喜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说佛陀也有悲伤，也有欢喜，这个那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佛陀的悲伤是来自于悲，这个悲是来自于悲心，悲心。欢喜，欢喜是因为看到众生这个得到利益，得到安乐，升起欢喜心。但这种悲伤和欢喜都是建立在空性和慈悲的基础上，它是不粘着的，它是一种不懒着的。不像我们众生悲伤会陷入到悲伤里、悲哀里边去，它跟烦恼心有关系。但佛陀的悲伤和欢喜，它是跟慈悲有关系，而它是立足于空性智慧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不要以为佛陀也跟我们一样，哇，悲伤啊，痛苦不堪啊，那你搞错了。
业重佛一业，犯众亦三佛。我们给众生带去利益安乐的时候，这个诸佛啊就欢喜。如果我们伤害众生的时候，同时也伤害佛陀，也会感到伤心，佛陀也感到难过，他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菩萨行者，作为一个菩萨道修行的行者，我们怎么可以去伤害众生呢？如果我们去做无尽的利益众生的事，走在这个菩提大道上，不断的去做无尽的利益，给众生带来利益和安乐的事，这个诸佛会很欢喜。那如果呢，我们在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做出许多伤害众生的事，时常让自己陷入到这种贪嗔痴里边去，诸佛也会感到难过，会感到悲伤。所以这样的思想啊，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边啊，七支供里边同样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就是普贤行愿品里边将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众养供养诸佛，若以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你让众生欢喜，也是让如来欢喜。你随顺众生，也是随顺供养诸佛。就是我们要报答佛恩，我们要这个让诸佛欢喜，那就是那诸佛他是无我的，他是利他的，他是无我的，他是以敬畏来去利益一切众生啊，作为他的使命。那诸佛菩萨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益众生，所以你能让众生让诸佛欢喜，报答佛恩，你要最好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利益众生，也就是利益众生。所以这个道理啊，完全是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是可以成立的。就像在我们世间上的人做事，同样也会存在这个道理。一个人他如果把他的整个生命都在投入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业，如果你也参与做这个很有意义的事业，参与支持，其实你就是对他的支持，你就是对他一种最好的支持，对他的一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是会欢喜的。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认同他的事业，你也不参与他的事业，你即使给他一些什么好处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说一些讨好他的话，其实他是不以为然的，具备一定的这种智慧和人格的人，他都会这样子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用说把它放在对诸佛菩萨的身上，即使放到世间人的身上，真正一个做事业的人的身上，这个道理也是能成立的，也是能成立的。那何况于诸佛菩萨呢？他更是无我的，他更是完全以利益一切众生作为他的敬畏来记的使命和事业。所以吉天菩萨基这样的一个理由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个四句话确实很有意思。众乐佛欢喜，众苦佛三悲，业众佛一业，犯众亦三佛。就是这个就说明了众生跟佛陀它是息息相关的。
那下面我们看123种，变身着火者，以意乐不生。若三诸有情，银河夜诸佛，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他的身体啊，全身着火了。我们想一个人全身着火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让他去享受欲望的快乐，他有没有快乐可言啊？你让他吃好了，不管是听好听的音乐，还是说享受这种男女的快乐，或者是享受各种声色的快乐，他能不能产生快乐呢？如果他全身在着火，肯定快乐是生不起来的，可能就没有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生起快乐。那吉天菩萨呢，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需要说明的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伤害的友情，若伤诸友情，银河夜诸佛，如果我们伤害的友情，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即使啊，就是给诸佛菩萨再多的供养，诸佛菩萨他也不会升起欢喜之心，因为诸佛菩萨呢跟广大无边的众生是一体，他把众生看作是一体的，他把对众生的利益和安乐看得高于一切，看得高于一切。当你伤害的众生，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赞叹诸佛，去供养诸佛，事实上这种赞叹，这种供养诸佛啊，佛菩萨都不认同，诸佛他都不会认同。这就是佛法呢，它是以众生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众生的利益始终它是高于一切，高于一切。就是你没有理由让众生受到伤害，就像一个人行菩萨道，比如说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作为菩萨行者，你没有理由让这一部分众生为另外一部分众生做出牺牲，其实你是没有理由这样做的，你唯一只有理由让自己做出牺牲，因为每一个生命你都需要尊重他，除非他也愿意做出牺牲，他愿意跟你一起牺牲，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如果当然没有这种发心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尊重他。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报答佛恩，我们要让诸佛欢喜，那也就是我们必须要不能做出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不能伤害众生这个的利益和安乐。下面我们看124种，因系害众生，令佛三心怀，重罪无我今悔，其佛尽宽恕。就是这个吉天菩萨啊，他帮助我们来回顾我们每一个生命。我们每一个生命在无尽的轮回中，我们都曾经做过许许多多的伤害众生的事情。其实众生，无明烦恼中的众生啊，他就是在处在一种不断的自我伤害和相互伤害。那我们每一个生命呢，
因为贪嗔痴的关系，我们就会不断的做出伤害众生的行为。那么这种伤害众生的举动让佛菩萨很伤心，他看到我们的众生啊，真是无明啊，真是可怜啊，每个人都是深陷无明烦恼贪嗔痴中，首先是自我伤害，不断的给自己制造烦恼，制造痛苦，然后呢就是彼此之间啊互相的伤害，互相伤害。那这种互相伤害也包括，其中也包括我们对众生的伤害，也包括我们在无尽的轮回中对众生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伤害。这种伤害让佛陀啊很伤心，伤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在已经修学佛法了，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就是我们过去所作所为啊的这种错误，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升起深深的悔过之心，就对我们过去所有做过伤害众生的行为，我们都要升起深深的悔过之心。那我们请求佛陀宽恕我们的无知无明，所以祈佛尽宽恕。那么这样的一份宽恕，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虽然要忏悔，但是呢同时也让我们自己不要纠结于这样的一种罪过里。很多时候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罪过的时候，我们会纠结在这种罪过里，纠结在罪过里边的时候啊，这个罪过的行为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强大的负担，有了这种心理负担啊，其实它会影响到你的修行。所以我们要祈求佛陀宽恕，要宽恕。下面我们看125颂，为令如来起止害立世间，任他见无顶名死业世主。我们认识到的过去的生中曾经对众生的这种伤害，我们升起忏悔之心，那这就意味着，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我们就不能够继续的再做出伤害众生的行为，就是意味着我们对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从今起之后往后我再也不能伤害众生了。当我们不断的对自己对过去曾经对过去的行为有过忏悔，同时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份非常真诚的提醒，有这样的一份真切的提醒，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份真切的提醒的时候，那么众生在遇到众生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陷入到嗔恨心里边去，跟众生去相互的伤害，我们就能够接纳的，我们就能够接纳众生，接纳所谓的冤家仇敌对我们的伤害。那同时呢，我们为了要更好的报答佛恩，当然所谓报答佛恩同时也包含着我们需要更好的完成菩萨道的修行，
我们需要做一个合格的佛子，我们需要更好的完成菩萨道的修行，同时呢，我们需要更好的利益众生，实践我们的这个最初的这个修行的誓言，修行的誓言。那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那就是需要止害利世间，止害利世间，要停止对众生的伤害，不再伤害，不再去做任何伤害众生的事。所谓不再去做任何伤害众生的事，那就是我们需要让自己不要进入到嗔恨心里去。我们需要让自己不要进入到嗔恨心里去。我们只有不要进入到嗔恨心里边去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止害的效果。哎，因为我们的心只要进入到嗔恨心里边去，我们就不可能不伤害到众生，我们就不可能不伤害到自己。所以我们只有真正的止害，我们才能够这个利益世间，利益众生，以利益众生作为我们进未来际的使命。所以为了要让如来欢喜，为了能够报答如来的恩德，所以我们必须要阻止我们内在的这种嗔恨心，伤害众生的行为，要利益无限的无尽的众生，任他见无顶凝死也是主，哪怕他任他这个随便众生怎么对待我，哪怕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把头踩到我的头上，把脚踩到我的头上，哎，就是你死我也不起嗔恨心。那不起嗔恨心呢，事实上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众生呢无明，哎，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这样做的目的呢，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报佛恩，报答佛恩，向佛菩萨学习，让诸佛菩萨欢喜，报答佛恩。那同时呢，也是为了更好的我们实践菩萨道，能够战胜内在的贪嗔痴，成为像佛陀一样的伟大的人格。那从这样的方面来说，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忍辱。所以修忍辱，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这一块里边我们重点强调的是报佛恩，但事实上呢，也是要为了更好的完成菩萨道的修行。菩萨道的修行，菩萨道的修行，那也就是说克服贪嗔痴到成就六度的功德。我们一方面克服贪嗔痴，一方面这个成就六度的功德。所以当我们这里呢，极殿菩萨过分强调业世主，就是让佛陀菩萨欢喜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我会把它想成，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好像单纯的就是要讨好佛菩萨，讨好佛陀。其实它的意节不是在于讨好佛陀，就是说这个报答佛恩，让佛陀欢喜，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帮助你最好的完成自己的修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讨好行为，这个我们是要看清楚的。下面126颂，大悲诸佛尊，世众犹如己，生活即同体，何不敬众生。
大悲诸佛尊，是佛陀借无言大慈同体大悲的佛陀，同体大悲把众生和自己看成一体，无言大慈对众生的帮助没有任何的条件，视众犹如己，就是把众生看作跟自己完全是一样的，就跟自己是一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像我的手我的脚，佛陀他把众生看作就是我的手我的脚，他没有这种任何的我和你的分别。可能就是佛陀把所有的众生都把它设定为就是我的，都是一种我的存在，但是我也是无我的，它是一体的。所以生佛即同体，众生跟佛是一体的。哎，所以何不敬众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恭敬众生，恭敬众生也就是恭敬诸佛，恭敬供养诸佛。那么这一部分呢，吉田菩萨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说明，就是尊重众生，利益众生，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报答佛恩，令佛菩萨欢喜，同时也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完成菩萨道的修行。我们休息一下。